任帅学习好，骄傲高冷，是学霸界的榜样。凌云壮志的凌，沉经犀利的神。我喜欢学习，如果大家有不会的题的话，可以尽管来问我。我要说的就这些，谢谢大家。那位同学，后面那位趴着睡觉的同学，麻烦旁边哪位同学帮我叫一下他好吗？同学，老师叫你。你当我光了？怎么又是你？那位同学，麻烦你来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。我，张扬，没了。我们已经了解张扬了。前面的女同学看起来很积极嘛，那也请你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。大家好，我叫周静芒，喜欢读书。他是庄杰，耍宝逗乐，憨傻耿直。张扬在哪儿，他就在哪儿。希望能和大家好好相处，大家可以管我叫周周，谢谢。谢谢周周。那下一位同学。大家好，我叫汪淼，是个特别爱笑的男孩。谢谢。撑着油纸伞，如此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。我希望缝着一个丁香一样的，你是不是于慧彤？有事吗？好，没事儿。啊，不是，有事儿有事儿。我知道你，你是中考语文状元。你好，我叫秦真，是高一六班的，能交个朋友吗？他是于慧彤，是我们这一届中考语文单科状元，既聪明又努力的无敌学霸。撑着油纸伞，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。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。秦真，你们学校都是些什么妖魔鬼怪？丁香一样的忧愁，在雨中哀怨，哀怨又彷徨。于慧彤，我有个题想问问你，行吗？赵王让李牧，李牧如故，这里面的让是责备的意思，不是使的意思，所以这个选项是错的，答案选 B。 有什么问题吗？